妈，我吃完了。小时候，我有个梦想，能在万众瞩目中走上人生的巅峰，接受大家的欢呼和掌声。后来我发现自己是那么平凡，只能坐在台下仰望。我也幻想可以成为齐天大圣、腾云驾雾、降妖除魔，却发现自己变不出三头六臂，也没有火眼金睛。妈妈说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虽然不能七十二变，但如果把平凡的小事做好，那也能成为英雄。但是，英雄怎么能平凡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另一人。这些年，很多人都在寻找你，在街头巷尾，在各个岗位，在一条条前行路上，信念的能量，大海的胸怀，忘我的精神，进取的锐气，这些平凡又伟大，在时间的下隙中留下生命的意义。长大后，我走过你的足迹，更加懂得你，成为了你。我先是，原来你一直在我们的心里。我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钱七虎。我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杜富国。我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陈松。我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王亮。我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韩杰、任超、李启阳、侯玉润、李健康、季胜伟、恩晓东、赵子如。我们是雷锋精神的传承者。我是万万千千人中最最平凡的那一个。